前一阵啊，这西部沿海出现了几啊具的遗体甲浮尸，经过检方的侦办，确实讲有够的这越南籍的死者，因是想要做伙偷渡，准啊跋入海。啊，即嘛相关的协会有哪协助家属来带来台湾处理因的后事。直升机在空中展开搜查，要将啊搁较侪线索。几啊具水流死甲遗体，进前在台湾西部沿海出现，检警等等的单位成立专案小组。经过几个月调查了后，正是这九个越南籍的死者是集体逃到渡海。目前只发现九具是越南籍的一个遗体，研判是一个集体偷渡的一个案件。检方完成相检了后，无发现他杀的嫌疑，排除人口买卖来接应。不过逃渡用的船啊，目前也未找到。为警方掌握的名单，因计共有14个人，其中5个人到达要行踪不明。也那九个越南籍死者的家属，也有来台湾给因处理后事。基于人道的精神，人道关怀、无国界的一个精神，来去协助他们最在意的殡葬事宜。能够了解，就是说他们也有一些宗教的不同，把他们做了2个分开的一个仪式。罗宋这些人不是环保协会服务的对象，站在关怀无国界的立场，要是协助家属联络慈善团体办理后事。也那死者的家属，按算在11日就会回去越南。记者综合报道。